我是高超。欢迎来到我们这套独家代理的 listing 261 Magnet 三房三点五浴1790尺，我们的上市价格108万美金，那很便宜哦。对啊，那我们去带大家参观这套房子之前，我们先带大家来看一下它的配套设施，因为这个配套设施太好了，我们到这个公园步行过来1分钟都没有到。是的，整个大公园它有非常多片这种不同的这种公园，其实大家都会共用的。对，尤其像我右手边是一个小朋友的 playground， 但是我很疑惑，这个 playground 的这个吊环是确实是跟小朋友用的吗？可以试一试。你试一试可能比较好。But anyway， 除了这些吊环呐、playground 呐、还有这个沙滩排球啊，还有游泳池啊、篮球场啊。大公园我要讲一下，就是你一个 key fob， 所有大公园的子社区都可以使用。那么你买了这间屋，你可以享用这个 Parasol Park 的这个泳池会所、 Beacon Park 的泳池会所、 Rice Park、 Solis Park、 Cadence Park 的这些你全部能够使用。那我再来说说它的学校。对，就我们这个到旁边的这个 Beacon Park School、 Cadence Park School 还有Portal High School， 对，都是5分钟的车程之内。对，所以它非常不错的学校，至少在硬件条件上面是整个尔湾来说最棒的。最棒的，没错，步行距离5分钟之内，对不对？对，学区房。那除了这个学校这么好，配套设施这么好，我就要来提一下它的整个大公园的这个运动场。整个大公园的运动场现在那边有冰球馆，然后还有大概10几个足球场。网球场、篮球场、网球场，对对 对, 对，水上乐园，对，这个就是我要提的。去年的这个夏天，这个水上乐园已经全面的开放了，对不对？全部都是5分钟之内，所以大公园我们要打的就是它的配套，非常好。因为这一间我想说的这个三房，它是一个联排，那么对于很多刚需上车的人来说，他先能够住进里边，那么他就想要说 OK， 那我去哪里的公园有大的院子啊，哪个游泳池啊，这些配套设施。所以我们拜托了我们的金师傅给我们上航拍。好，现在我们来到这套房。这套房呢是3房3.5浴，1790尺，3层楼的联排别墅，它的位置相当好，是正对的一个公园，前后都是公园。那现在我们就一起进去看一下。Let's go。好，我们先来到这个1楼的部分。这个联排别墅总共分3层，现在还有1层呢，它会有，这边是一个它的卧室。现在呢，屋主把它布置成一个类似于书房来使用。然后左手边呢会是它的这个浴室，它是一个带淋浴间的浴室。然后后面呢就会是一个双车位的这个车库，所以呢就是整个1楼的一个布局。这种三个卧室的联排别墅在这边呢，有一些是所有的卧室都在3楼，还有一种是这个就是有一个卧室在1楼。我认为这种会是比较实用的。对于很多家里有父母来住的话，他们觉得1楼就不用上下楼梯太多嘛，会比较住起来比较舒服一点。好，我们先去2楼看一看。 OK， 来到2楼之前，这边有一个半位供这个客人使用。然后呢2楼最主要的就是这个客厅，它连通了整个阳台，阳台呢面对后面的这个整一个公园景观，所以非常的明亮。那客厅呢，因为现在我们租客陈列的这个家具呢玩具比较多，其实这个客厅一直可以到达我这个位置，所以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三房的一个客厅。那么客厅连通了这个餐厅的这个区域，餐厅呢其实我们这里放一个6人座的餐桌都没有问题。一定要说的是，这套房子前后都是面对公园的，后手边也是一个公园。那刚才我说了，阳台正对出去也是公园，非常的明亮。你可以看到我们这个租客哈，还在这里培育了一些植物，花花草草的。OK， 我们再来说一下这个厨房。厨房呢，它的所有的台面、柜子，包括这个 backsplash， 全部都是升级的，就不是建商送的那种，是 upgraded。那这个就是整个品质，生活品质就提高了。包括我要说的就是这2盏这个灯，它这个灯也是在 West End 买来的。
会留下来给这套房子，那包括所有的这些电器啦，当然这个巨大无比的电视机是不含的啊，这个是租客的物品。那整一个二楼的这个公共区域，那呈现出来的就是空间很明亮，然后功能区也很丰富。那最后再带大家去三楼看一下。穿过这个艺术照片墙的这个转角，我们上了三楼。三楼呢，我们首先来到这个主卧。主卧呢，整体来说非常的明亮宽敞，放一个 king size 和 queen size 床都没有问题。然后呢，主卧是面对前方的这个公园。然后我要提，主卧有自己的衣帽间，还有自己的一个全浴、淋浴和双排盆。那我们在回到外面，主卧和另外一个小房间，它呢这个通道中间呢会有一个洗衣房，洗衣机、烘干机都在里边，然后这边还有一些储物的一个空间。那最后我们来到这间小房间，小房间呢也是一个套房哦，自带自己的一个卫生间、淋浴间。然后这个房间我又要讲了，它的后背也是一个公园，所以前后它都能够看到绿地公园。这套三房的联排别墅呢，整体采光非常的好。那我们在这个格局呢都带大家参观过了，我们最后再带大家去外面转一转。 Let's go。